现在是洛杉矶时间快五点了，看看花园里这个大冬瓜，我还不舍得摘，想让它再长大一点。现在大概有12磅左右了。上午去了一次 Home Depot， 看到好多万圣节的南瓜，然后还有万圣节的这些大鬼小鬼们，这些是孩子们最喜欢的。我来美国今年已经是整整第30个年头，对这些我已经不感兴趣了。What do you say? This can be put in the garden. There are many holes. I went to the doctor and said, "I'm dreaming."去买了一个放在他们的花园里。看我邻居也挂了这种鬼一样的东西，还有海盗船、吊死鬼。看看我一上午做了多少肥皂，这个是羊奶皂，这是反面啊，这个是芦荟皂。这个也是羊奶皂，这个是蕾丝的，你反过来可以看到花纹。这个是玫瑰花，还做了一些白的玫瑰花，然后还做了这款花型的芦荟肥皂。给你们看看这一块我是怎么做出来的，先一半放的红的，一半是放的白的，然后去掉分隔的割片，开始拉花，就这么简单。它需要24小时来定型，明天就可以脱模切皂了。明天我再给你们看切出来是什么样的。看出去雾蒙蒙的，然后这个海是灰的，所以天也是灰的。好啦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关注。